看到那一段的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那本本就放在这边，可以好好的，结果可以拿我的手去牵。不是因为猪冬天吗？太浪费了。爸比下面路不公，依依要被其他 teacher 帮忙盯住力。那段的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Key 跟连离都还蛮没记得的。Teacher Esther 说，今天周会，凯凯刚好坐在你后面。啊，结果你转头跟凯凯相视而笑，是吗？然后你们两个就牵手了，是吗？是凯凯跟我牵手，我也跟他牵手。是凯凯主动的、哦。对，啊，然后。凯凯就拿我的手，我本来就放在这边可以好好的，结果凯凯拿我的手去牵了。不是因为猪冬天吗？太浪费了。然后呢 ，Teacher Esther 看到他就笑出来了呢，然后他叫你们把手分开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眼中只有凯凯，喜欢你吗？对，我眼中只有凯凯你。我刚才爸爸没听到，但是已经差点落步啊。妈的 ，T恤看到就在。爸比下面落步工，依依要被其他 T恤帮忙盯住力。我累，躺安尼啦。谁讲话这？然后后来以后交流男朋友嘛，是对象上。妈咪，你明天可以带我去家吗？啊，为什么要去家？我好无聊。所以你明天要去按他们家门铃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个火山，这是红色的啦，哎，要喜气啦。我约好的嘞，跟妈咪约好，明天早上十点。10点不要扯淡。妈咪，你起来了。我期待明天十点去楼下中庭的玩玩，去看看没有游泳。好。他那里扣了点雪呢，我们是玩的造题啊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哇！小马。到底在害羞什么？对啊，欸，你有欢喜吗？有啊，看到圈的欢喜，不然就干了。嘿，妈咪，你明天可以带我去圈家吗？啊？为什么要去圈家？因为我好无聊哦。啊，圈有在家吗？有啊。所以你明天要去按他们家门铃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个火山，这是个红色的啦。喜气啦！我的个叮咚，谁在家？我是我，我有红豆，我背你呀、啊！我约好的嘞，跟妈咪约好，明天早上十点。10点不要扯淡！你起来了，我才刚起床哎、欸。感受到你的期待，因为你好早就起来了，自己起来都不用我叫了。好。不要送他，他以为有啥东西要送你。哎呦，全都起来了，就快点啦、啊！你要送他贴纸哦。哎，他那一包是什么？哦，你最爱吃的樱桃、哦，你穿的好漂亮哦！你要怎么讲？雪，你刚刚在家里做练习，你在害羞什么？在害羞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哇，小马，新年快乐！他到底在害羞什么？对啊，你在学校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被盖一声响。高官嘞，哎，你有欢喜吗？有啊，看到圈的欢喜，不然就干啦。老师说他觉得凯凯应该是害羞才会说没有。你的脸拍碎啦，拍碎啦。老
要是我们两个人好哎，下午还会一起牵手玩玩具。那谁把别画有这联络簿，你再安诺。那个爸比，你要看到这联络簿会疯掉。你在看联络簿了？哦，在我梦梦，那你要叫个梦。你是喜欢凯凯哦？爸比嘛是凯凯啊。爸比，你看今天的联络簿。这个被封死了。老师说那个旁边的男同学。Daniel，Daniel，Wow，Wow，It's Daniel，Daniel 帅吗？啊，狂啊嘞！是我问凯凯，就是问丽是凯凯哦。啊，你问凯凯说你有漂亮吗？然后凯凯就说，然后 S 老师说我觉得漂亮。老师说他觉得凯凯应该是害羞才会说没有。你的鞋拍水啦，拍水啦！你刚刚玩鞋子。老师说你们两个很好哎，下午还会一起牵手玩玩具。谁把别跨有这联络簿，你再安诺。那个爸比，等一下看到这联络簿会疯掉。一个高过一个，莫知无？莫莫，咱以后再搁讲。你是喜欢凯凯哦？阿比嘛是凯凯啊。凯凯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喜欢我一个就好啊，听到无？什么话？你不是喜欢凯凯吗？阿比嘛是凯凯啊。哼，啊另外那是凯凯，我的盖，好不？哼，你就喜欢我就好啊，好不？袂使，你讲咱介我尔，好无？你无爱，你出去，一个家无欢迎你，你出去。你也出去，吵起来。一个家是我爸，我出钱的，你敢有出着？出。你不出去。家庭革命啊！你不爱出去，无要紧，唱个 B C 给我听。你看今天的联络簿，这个被封死了。老师说那个旁边的男同学 ，Daniel，Daniel，Wow，Wow，It's Daniel，Daniel 帅吗？啊，狂啊嘞！你为什么一直看 Daniel？ 你较注意的你，Daniel 啊 ，Daniel， 你为什么一直看隔壁的 Daniel？ 他戴太阳眼镜很帅，是不是？爸爸，我明仔载开始，我逐天拢挂墨镜。我惊我走出去，人叫我是 Rain， 你知影？Rain 下。啊，歹势，爸爸想老啊。我明仔来挂歪墨镜。你挂 ，Daniel 袂介意。挂墨镜袂介意。Rain 啊？我是讲，如果凯凯把戴眼镜那一边来。你较正经诶，你较拄好就好啊。你要跟凯凯戴情侣墨镜啊？隔壁的 Daniel 看到，连老师都发现，可见你真的看得很夸张。连我真的要快夸张掉了。你真的夸张掉了，没错啊。你当作你那 pass 到你时代去啊？你安尼你也青春期外玩的哦。你是那个 Daniel 假丑。我这是 Rain 的翘臀呢，你。